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太阳活动规律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数据，可以对于太阳的这个结构它的演变啊进行科学的研究，对我们更好地认知太阳有重要的意义。这颗卫星的发射是我们叫空间探日零的突破。除开那个西口号以外的话，这个我们今年在第四季度啊还要发射一个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这么一个卫星，对太阳进行这个观测。